次帮忙好朋友的，多好，超累的，多好，啊，就刚才大家台上情绪有什么变的？我刚一看到他们，就我超靠北的，就我明明是一个呆大，然后他们的个性都很木讷，然后我一看到他们，我就说，哎 ，hello， 我的团员们，他们所有人傻眼。他练团的时候，他都会那，就是都会就是说，哎，张世伟这边我跟你对一下，不要乱讲。对，我们其他人就会全部在那边说。对，哎，阿成那边在重复两。这件事情是张胜文他自己问我。他那边哎，你自己没有，但是我们大家都是为了让音乐更好，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好音乐，爱音乐。好了，我们先赶快唱歌啦。哎，我要唱歌，就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，就是我的头上有贴一个 OK 绷，然后我为什么会贴这条 OK 绷？因为我今天，因为我最近很忙，我表演都用看谱的，我还没背起来。但是我不会很错的，我刚好跟他们保证。然后我出门前，我想说我要早一点起来，先在复习。然后我一打开门，想说那我要快点去洗个澡，然后门就自己撞到头的，就头比门坏的，好心疼啊。对，所以你们应该要给多一点修费之类的，不是？没问题。好，等一下台下桥，你账号还没给我，你账号还没给我，绝对没问题。那你要统编吗？不用不用不用。下一首歌《清源春浪》。